全球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ck 啊，来自于这个马来西亚吉隆坡。那目前呢是位于美国洛杉矶，那现在是洛杉矶的晚上7点半的时间，欢迎所有的朋友。那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这个视频会议之前呢，我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哈。那非常开心，今天呢是由我来向大家介绍这个已经是颠覆传统任何一个行业的一个新进的平台。那我自己本身呢是一名学生，那我在美国目前是上大学，在几年前呢从马来西亚过来了美国洛杉矶。我自己本身在8年前呢就开始经营互联网的生意，当时候15岁的我呢，想说就是大学毕业以后，一者就是也许我就是可以跟别人打工，或者是我可以自己当老板。那既然打工念头已经打消的话呢，那我唯有就是非常勤奋的努力的寻找可以创业的机会。那我自己本身呢，相信说未来的趋势呢是在于互联网的情况之下，我就本身自己设立了自己的网站公司。那在18岁以前呢，我就拥有三家不同的，曾经经营过三家不同的不同类似的一个网店。而其实并没有取得非常大的成就。那就在3年多以前呢，我就通过了我自己本身的妈妈呢，认识到了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平台。因为当时候呢，我看懂了，其实非常简单，我只了解到说这是一个可以让我去不断的去借力，而且呢，可以让我去自己领悟到为什么在这么多年以来我这么努力的创业，可是我并没有得到我自己想要的。那所以呢，事不宜迟哈，我们就跟大家马上进这一个事业说明会。那欢迎所有第一次来的朋友，那我也希望呢，所有第一次来的朋友呢，你们可以就是在接下来的短短的1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打开你的视，打开你的心，因为也许你就可以像和我们刚才播影片的朋友们一样，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就可以得到，就让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个人生呢已经翻转，而且获得一个非常快乐的人生跟生活。那今天我也准备了一些，就是一个 PPT 来跟大家做分享的，我现在马上把它打开。杰斯美商杰斯 Guinness Global 呢，是一个 Guinness 是一个字哈，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法文，它代表的呢是永远的年轻。那杰斯其实所传递的创业平台呢，是一个最新的革命性的平台。怎么说呢？就是它在过去所有行业不同的优点，它都把它汇聚在这里了。比如说在目前非常高科技的这些所有的新科技的事物哈，生物科技的事物呢，还有这一个社交媒体的优点。你看，今天每一个人的手机还是平板电脑上呢，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社交的一些 APP。那这个都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不可缺的，也是未来的一个走向。那不仅如此呢，你看今天我们一个电脑或一个手机，或者是一个再加上一个无线的互联网，就能够把我们全球的朋友都汇集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这一个呢，就是一个全球化的特质，而这个全球化的特质呢，它也在杰斯呈现。哦，那当然的是，还有呢，就是在我们过去创业也好，我们过去做生意也好呢，我们其实呢，需要靠的是自己的背景、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时间，才有可能为自己创造新的财富。所以今天要为大家所呈现的是一个全新的经济模式。那在我们荧幕上的这两位呢，他们就是我们美商杰斯的创办夫妇哦，Randy 和 Wendy。那还有呢，在最右手边这一位呢，这是我们高大帅以及有智慧的全球市场策略总监 Scott Lewis。他们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都有非常丰富的网络行销的经验，而且在全球通路这一方面呢，他们是专家。你想想看。各位想要创业的朋友，或者今天有念头想要做生意的朋友，如果今天我们要跟朋友合作做生意或找合伙人的话，我们是不是想找最聪明、最成功，而且有成功经验的朋友和我们合作呢？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哈，可以跟美商杰斯这么一个伟大的公司，又成功经验的成功人士一起合作，我们的生意马上就能够立刻启动啊，立刻发展，不用自己来摸索。所以我觉得呢，它是以让所有的这个想要创业的朋友来说，它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垫脚石。
那美商杰斯呢，从2009年9月9号成立以来，我们的市场已经拓展到了全球140几个国家与地区。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在过去的传统的行业，其实有多少家公司真的可以做到100多个国家，其实想必也不多。而且美商杰斯今天能够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在少于一个8年的时间呢，就已经能够做到了。也许在荧幕上的你可能会问说，好，在这个电脑面前的你可能会问说，其实这100多个国家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我想问一次，如果你有机会可以赚钱，你想要赚一个国家的钱，还是要赚100多个国家的钱？而且待会我还会跟大家解说，你甚至可能不用搭飞机，你都可以拥有别的国家的销售额，非常棒。我们美商杰斯成立这七八年以来呢，我们都得到了无数的商业的奖项，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为傲的事情哈。那同时间呢，杰斯公司在八年以来呢，我们在这个行业当中呢，也是得到了非常非常棒的成绩。那美商杰斯用了7年多的时间呢，就目前已经是在去年呢，已经达到了全球的第18名。各位记得是第14名、哦、那其实第14名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数字，因为呢我们美商杰斯只用了7年的时间都能够达到全球的15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成绩，这也代表的是我们对于这家公司的信心和肯定。美商杰斯所追求的、所讲究的，其实就是一个抗衰老的一个生物科技啊。那我们呢，所要追求的呢，就是一个全新的细胞优化系统。其实，当我们谈到抗衰老的时候，不管是现在目前的这一些报章或者是医疗的杂志哈，我们大多数呢都是在讲这医美。也就是所谓的医学美容，杰斯公司最不一样的地方呢，在于我们所讲究的是一个细胞优化系统。怎么说呢？不管你是哪里一派的医学，你都会同意人的身上是有几十亿的细胞，而当人生病的时候，不管是看得见看不见、听得见听不见、查得出来查不出来的，其实都是因为细胞出现问题。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真的能够追根到底的去找出它发生问题的原因，用最基本的一个细胞优化的方法去帮助我们的细胞去修复坏的细去修复坏的细胞，还有去保护好的细胞的话，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保养养生的一个最高境界。所以美商杰斯所追求的是由内到外、由外到内的一系列的产品，就是我们当然有这个由内到外一系列的这个保养品，当然如果皮肤看起来很漂亮，可是身体内的这一些细胞啊毒素没有排掉的话呢，也不符合我们的高标准。所以我们也拥有一系列的由内向外的这一些非常非常棒的产品。接下来跟大家所分享的这一位医生呢，叫做 Dr. Nathan Newman。因为呢，其实美商杰斯所有的产品都是由全世界主流的所认定的医生呢来做研发研究的。那这一位 Dr. Nathan Newman 呢，他被称为叫做干细胞之父哈。那这个纽曼博士，他其实本身呢是我们杰斯公司的医疗团队的首席顾问之一。他除了自己呢，其实在本身在洛杉矶，在这个Barry Hughes 这个非常有名的Plastic Surgeon 哈，医学美容的博士，最重要的是他非常有名，也是在于这个干细胞的这个领域。他的干细胞这个领域呢，其实有一个非常先驱也非常崇高的地位。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有这个 Dr. Nathan Newman 来帮我们做研发，帮我们做产品的研究的话，还有严格的把关，我们当然对产品就非常的有信心。杰斯产品有别于外面就算最高档的这个化妆品，最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呢，我们所运用的是一个干细胞的这个技术。我们的保养品呢，其实包含了生长因子。那到底什么是生长因子呢？我举个例子来说吧，其实呢，像我们的
一盒的这个精华液 serum 当中就200多种以上的生长因子。其实生长因子呢，它就像一个 language， 它就像一个语言哈。那其实今天我们用中文来沟通，那我们能够明白，那这个是我们之间的沟通语言。其实在细胞跟细胞之间，它们也有属于它们的沟通语言哦。而这个沟通语言的话呢，就是叫做生长因子。其实我们现在在百货公司或者我们在网络上，其实可以看到一些保养品，哎，它们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生长因子的成分。可是目前来说的话呢，目前的这个市面上的科技来讲的话，生长因子呢最多是10至12种。如果你皮肤有任何的一些状况，你去看了皮肤科的专科医生，他帮你开的这个处方其实也不会超过20种。可是各位，你今天在美商洁丝的产品当中，你就可以找到超过200多种生长因子的产品。所以呢，这个科技可以说是领先市面上至少5年以上。所以我们从一开始拥有的，我刚才所跟大家所分享的这个 serum 精华液呢，到之后一路研发，一路跟生长因子有关的产品，一路不断的去研发延伸，到现在我们有非常多非常棒的产品，像润霜啦、面膜啦等等的。那这些呢，是一些第三方的一些医学检验报告哈，其实跟本公司是没有关系。那不过呢，它对于我们公司的产品使用者之后做出一些报告，我们发现到说，哎，74%至87%的朋友其实使用之后呢，都觉得皮肤感觉到非常的紧实，而且呢，感觉到自己有非常明显的改变。那100%的朋友呢，哇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数字哦，他们都愿意呢去分享给身边的家人以及朋友去使用。那这100%，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数字，这代表着的呢是这个产品大家确实的使用之后，真的可以呢由内到外的感觉到我们的产品真的深入打入底层身体部分细胞而打出来的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些效果。那这是一个女士哈，那使用之后的话呢，在几十天之内呢，就发现到有非常明显的这些法令纹啊、细纹啊都有很大的一些改善。那接下来这一位呢，就是男士。那有人问说，到底男士能不能够用啊？这个男生呢，在使用了50几天之后，也发现到说，他的这些法令纹啊、皱纹呢，也是明显的下降的。所以证明的是，不管是男生女生都可以使用这个生长因子的产品，也得到非常非常棒的一些效果。这个女士呢，是我一定要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的。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女士叫做 Vini 哈，那她目前呢是位于美国洛杉矶，她本身呢是来自于这个印尼哈。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照片，因为呢，其实在最早2009年当公司成立的时候，当公司推出这一系列的非常棒的生长因子的产品的时候呢，是没有人使用过产品，也没有人知道产品的效果，竟然到底可以到怎么样的一个阶段。那比你当时候就说他年纪最大，而且呢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concern， 就是他想说我当然这个产品这么好，我一定要去使用，可是万一当我使用的非常好的时候，我的朋友认不得我了，他们也忘记了我之前的样子的话怎么办呢？非常可爱的一个女士，所以当时她想说，倒不如呢，我就把它用在半边脸上。那用在半边脸上的话呢，我朋友就可以看到我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改变。可是用了10个礼拜之后，哇，我们看到荧幕上的这个照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撼。你看她的这个明显的这个眼袋啦、皱纹啦、法令纹啊，包括他整个脸呢，都是其实脸都是在提升的，非常非常大的改变。所以呢，他就把他这一张脸呢，带到去见他的一颗皮肤科的一个医生，因为他的脸当时候呢，还有人嘲笑他说，哎，你到底是不是有这个轻微的中风？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脸呢，左边跟右边呢，其实是不对称的。所以当他拿给这个皮肤癌的这个医生去看了以后呢，这个医生说，哇，外表看起来真的很大的明显的改变。可是我们是医生，我们相信的是数据，所以呢他就用了这个 thermoscope 一个非常高科技的仪器呢照射皮肤底层，就出现了我们左手边的这个照片。当时这个照片出来的时候呢，左边是使用过的有这个 collagen 就是胶原蛋白，右手边是没有使用过的脸，所以60几岁的安体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些黑头粉刺啦，皮肤非常的薄甚至可以看到微血管是非常的正常。所以当时呢这个照片出来之后呢，震撼了全场的人，而且呢这一个医生哈，他自己本身也说了一句话，因为这个医生本身在美国洛杉矶非常的有名，而且呢他也帮很多的这些主流的产品做研发的动作。他说其实洁丝公司的产品真的比他所研发的科技呢其实来得快
大概有十倍以上来得更好。我觉得从一个同行的口中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推崇，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得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恭维，我觉得呢，这简直就是一个非常终极的一个推崇。那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可以马上使用这么高科技这么新的一个生物科技的产品，我们真的非常的幸运。那说完了这个刚才我就用了一个精华液的例子来代表的是一个由内到外的保养，这个由内到外最佳的保养品的代表，最佳的这个保养品的代表。对，那现在呢，我想跟大家所讲解的就是咱们的这个配权精华。因为呢，其实在杰斯公司我们拥有的是一个高标准，就像我刚才跟大家所讲的，我们希望大家拥有的是由内到外由外到内都保持一个健康的水平。所以如果只有我们的这个里面健康的话呢，其实是不标就是可以变得更好，就是外在的话呢，我们还可以就是服用更多的好产品。所以接下来要跟大家所分享的这个叫做配权精华，其实大家看到这个紫色的这个一小袋的这个产品可能就可以马上联想到一种饮料或者是一个食品，对，就是葡萄或者是红酒。那我们其实呢听大家说过，诶，喝红酒其实对心血管很好啦，其实是为什么呢？其实主要是因为红葡萄皮呢，它有一个非常高抗氧化的成分，而在2013年，哈佛大学的 David Sinclair 研发出来呢，这个成分叫做百里如醇，就是 resveratrol。那这个百里如醇的成分，实际上呢，它的效果非常非常的棒。那有些朋友会问说，那为什么2003年已经研发出的一个成分，为什么在2009年当杰斯推出这个 research 配权精华的时候，才让医疗界主流界重新看待百里如醇？因为我们公司杰斯公司所讲究的是中西平衡，而且我们也讲究复方，就像我们中国人一样我们要有这个主方加配方才能够体验出最好的效果。所以我们不仅仅有百里如醇的成分，我们也加了这个荧幕上的这个黄金比例，就是非常高抗氧化非常非常棒的水果，葡萄啦、芦荟啦、石榴啦、绿茶、蓝莓、紫柠跟这个樱桃，我们所有的这一些，不管你现在是问哪里一个医生或营养师，他都可以告诉你说，其实每一天多吃这一些水果对身体肯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呢，杰斯公司就把这个黄金的比例呢把它放进去了。那更重要的是呢，其实我们的成分非常的高，一支红酒可能一个毫克的百里如醇，可是一包小小袋的这个 reserve 的话呢，配权精华呢就拥有超过186毫克的百里如醇。更重要的是它的这个味道非常的非常的香，是水果的本身的这个香味还有呢，杰斯公司非常高的一个科技，就是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悬浮胶的技术。你把这个配权精华放在我们的口里呢的这个口液以下，它可以通过你的唾液呢，能够让你的细胞更容易的去吸收那它就像我们小孩子喝的这些酸奶、yogurt 一样，非常简单的让我们的可以就是简单的通过唾液呢，让我们的身体非常容易的去吸收，然后容易去吃。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产品真的非常的伟大。为什么呢？因为它真的可以让我们这些拥有亚健康的细胞呢，可以让它去修复，也能够帮助保护好我们原本这些好的细胞。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它讲究的是一个全新的细胞学。今天不管你的本身在哪里一个国家，你就能够马上的去使用最新的这些抗衰老的生物科技来保护自己，以及保护我们最爱的家人。那其实我相信呢，每一个朋友都能够体会到的呢，其实金钱并不代表一切，因为所有的一切，不管我们所赚到的，如果没有健康那个一的话，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是零。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生物科技呢，它绝对是一个未来的趋势，因为现在大家所讲究的就是一个内外平衡的安全性的产品，而杰斯在这一方面做得非常非常的到位，它完全是根据未来的趋势而设计的，为大家提供一个这么好的服务器。那既然我们有这么好的平台，又拥有这么好的产品，又在这样子一个对的时机来推出的话，我想请问各位，到底它有没有商机所以呢，那个时候听我讲了大概十几分钟，我想大家呢就跟我深呼吸一下。其实应该有很多的朋友都可以闻到一种味道，
对，就是钱的味道。因为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所分享的就是杰斯公司这个创业平台。那它最棒最独特的地方呢，在于说它不像我们传统的生意哈，传统的行业我们需要砸个几十万啊、十几万的、几百万的去做一个投资，而且呢这个风险很大，还要自己来去做摸索。那怎么说呢，其实杰斯嘛，它就是一个所谓的革命性的平台，它为大家所提供的就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一种创业方法。其实我们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们自己的这个喜好的背景呢，来去经营这个事业。那它有六种收入，我们可以六种都拿完，或拿的其中几种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那杰斯的这个奖金部分呢，它分为六种。那我把它划为两大类哈，一大类呢就是一次性的，就是所谓的就像我们有很多的上班族的朋友正在赚的一个收入一样啊，你上班有收入，可是非常抱歉，如果你今天没有上班，我相信全世界没有一个老板可以在你休假、在你不想上班的同时，一样的把薪水发给你。那我们其实真正呢，我们要解决的，我们要。真的像修复细胞一样，我们要追根到底的去解决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问题，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一些方式、一些方法，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持续性的平台，让我们自己可以拥有持续性的一些收入。所以杰斯在这一方面呢，就拥有了持续性的奖金收入。那我现在一一的来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第一种收入呢，叫做零售收入，就是非常简单哈，买低卖高。那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哈，今天你可以就是加盟成为杰斯公司的经销商。那当你加盟之后呢，其实你立马的就可以得到杰斯公司的个人网站。我们的网站当中呢，有中文啊，有英文啊，有日文啊，有非常多不同的语言。我们自己呢，其实不用去请这个电脑设计师帮我们去设计，公司呢把所有做老板、做大老板需要的一切的工具，可以想得到的、想不到的，其实都帮我们准备好了。所以如果今天你的朋友在你的网站看到了杰斯公司这么专业的介绍，哎，想要使用这个产品，那当然他就能够购买一个产品，他购买的产品的价格呢将会是这个零售价，那公司呢会把这个产品呢寄到他的家门口，全球140多个国家的家门口都能够抵达。那我们的这个我们所赚的钱呢，其实就是这个零售价跟会员价之间的差价。那打个比方，像配权来说，或者是像这个精华路来说的话呢，大概就是一个$51。那这个收入呢，哎，也不错，不过呢它还是属于一个一次性的收入，你还是要非常努力的去做买卖。那接下来这个呢就是推广收入哈，这个推广收入呢，我想要跟大家更仔细的去聊一聊，因为呢我一度的在强调杰斯公司是一个革命性的创业平台哈，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从来不打广告，我们做的只是做推崇。杰斯公司不把这个非常大笔的资金呢把它放在广告啊，放在明星代言。那他这些如果他不做广告，他不花钱做这些明星代言的话，他把所有的推广收入交给谁呢？就是交给你，当然还有交给我啦哦。那所以呢我们其实今天使用了好的产品，哎，迫不及待想要跟朋友分享，公司就会给我们这个一次性的推广收入。或者是今天你听完之后，哎，你想说我有两个选择哈，你有两个选择，你可以一的你可以成为这个消费者，这么好的产品我想要赶紧来把自己弄得漂亮健康的，那你就可以选择这个会员这个消费者的套装。那如果另外一些朋友想要创业的，或者是目前已经说，哎，已经闻到，哎，这个就是一个机会的话呢，想要走在别人的前面的话，那你就可以购买这个经营者的这个套餐啊。那不同的这个套餐会根据不同国家的民情呢，有不同的套餐以及不同的价格哈，也有不同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数量。那我们本身呢，这个在这个经营在这个经销商呢就能够获得的是这个推广收入和$25到$500不等哈，就看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套装。那在朋友能够享受的同时呢，推广者呢也有这个福利，可以得到这个推广的收入。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呢叫做市场奖金哈。那市场奖金呢其实是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热爱的一个奖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奖金真的让我
看到了，让我体会到了真正的无国界的这个收入，也让我本身亲身的在美国上学的这一段时间呢，亲身的体会到到底什么叫做持续性的收入。那刚才的这个两个收入呢，都是一次性的，就是当你有在推广，当你朋友在网站买产品的时候呢，你可以赚到一次性的收入。可是现在开始呢，跟大家所讲的呢，就是一个持续性的奖金。那我举个例子来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两个的语音区，一个左边一个右边，所以当我们开始和朋友分享的时候，他们在和他们的朋友分享，其实速度呢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因为它就像细胞分裂一样的快，市场不断的去延伸，去扩展，去扩大。最重要的是呢，在这里不管你认识不认识的朋友，都有可能在你的云运区当中成为你的加盟商哦，不仅仅是在你自己的国家，不仅仅是在你认识的国家，而是在你国家以外的朋友，你不认识的陌生人，他们也有机会成为你的加盟商哦。那其实就像我像前面提到的，这是一个全球汇聚的平台，杰斯公司把所有的资源就像坐飞机一样哈，那就是他帮我们就像我们坐飞机一样，我们都可以把它去累积这个分数哦。那杰斯公司呢，它就会把所有我们的这一些加盟商，把我们所有的这一些资源呢去做一个整合，然后呢，让我们可以得到最大的益处。那每一个产品呢，它都会有不同的积分，那不同的这个套装有不同的积分，那这些积分呢？就像我们搭飞机一样的，可以把它给累积起来。那每当我们有一个300、600分，好，不管哪里一个营运区产生的这个业绩，这些积分我们都可以得到。那一共900分，那每一个900分呢，我们都可以得到一个35块钱的美金。其实35块钱美金的话呢，你可能不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数字，可是呢，这35块美金非常有可能呢是你经由自己的努力，或者是说经由你不认识的朋友的努力，你都可以去借力。所以我觉得这个35块钱实在是太伟大了。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是这些专业人士好，比如身边有很多的专业朋友，医生或者是律师，其实他们口停手停，基本上呢收入就会跟着停。可在这里的话呢，这个营运区不管之后有没有我在，当我努力一阵子之后呢，我都可以持续的去拥有这个市场的收入，因为市场呢一样的会在不断的去延伸跟发展。那杰斯公司呢是秒算周结哈，那每个礼拜我们都可以得到这个收入。那这个是个电子商务的平台，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可以知道我们自己的生意做到哪，有多少的新订单，而且目前的状况如何哦，而且每一周最高可以得到750次。这个市场收入，也就是说26,250块的美金。各位记得是26,250的美金，而且是每周，就是每一个星期每一个礼拜，不是每一天，不是每一个月，也不是每一年，是每一个礼拜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收入。那在杰斯呢，其实我们没有任何的收入的保证，或者是任何收入的保障。那可是我们可以保证的是一个可能，是一个 possibility， 就是呢，我亲眼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在这个平台，在这个系统，亲眼看见许多的朋友来自于不同背景的，都通过了自己的努力，而且这个平台跟系统的帮助呢，他们都已经达到了所谓我们所说的这个满档。所以呢，各位的朋友，其实只要你敢相信，你愿意跟着趋势走的话，跟着团队来运作，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可能的。接下来跟大家所讲解的就是这个管理收入哈。那管理收入呢，它其实不是真的让你自己亲自要去管理，可是当然如果你愿意花时间去带领的话，借着这个平台，借着这个系统，让你不同等级的经销商都一起来运作。我打个比方，今天你可能推荐了我，那我就是你的第一级的这个经销商，第一级的这个网店。那其实今天你不管有没有在这个网店上去运作，你今天不管有没有在这个生意运作，我刚才在市场收入没拿的任何一个35块钱美金，我每拿一次35块钱美金市场收入的时候，你就有机会拿到 20% 至 30%、哦、就代表说，如果我在市场收入我拥有的是一个月10万块的收入的话呢，那你就可以额外的可以得到一个2万至3万美金的
管理收入，因为它非常的棒哦，因为不管你有没有在这个生意上，你都可以得到的一种管理收入哦。那一样的哈，这个如果我在推荐的朋友叫做就是你的第二级的这个经销商，第二级的网店，那以此类推的，可以从20%、15%、15%哈，不同的这个等级有不同的管理收入，让我们去拿。其实呢。接下来呢，我们还有这个收入叫做新客户红利，就是每当我们有5位消费者的时候，一个月当中就可以奖金呢，第一级奖金增加 5% 到 25%， 如果10位的话呢，第一级的奖金增加 10% 至 30% 哈。我觉得其实当每一个朋友在每一个经销商或者是每一个伙伴们，当我们加盟以后呢，其实杰斯公司都会给我们非常非常棒的不同的奖金收入的培训哈，其实我们只需要记得的是一个原则，那是什么原则呢？就是我们听着培训，跟着系统好好的经营，然后学习怎么样去分享啊。就讲，我觉得公司奖金制度的话呢，其实我们算怎么样都不比电脑算得更快，而且杰斯公司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点，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呢都是透明化的。当你越做越了解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杰斯这奖金制度 Wow, it's really something amazing。 我顶多做一个分享而已，没有想到这个平台给予我的是我可能跟我的这个想象中的来的会更多更大更精彩。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呢，就是我们杰斯公司的最后一种收入，也是我们的这个钻石收入。这个对于所有在荧幕前的你，拥有梦想、有大梦想的朋友，你一定要打开眼睛、睁开耳朵，好好的听一听。因为每一个人在杰斯公司，我们都有机会做到所谓的这个钻石级的总裁，也是我们最高的总裁的这个进阶。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做到这个钻石总裁，成为全公司最高的这个总裁进阶呢？因为其实当我们到了钻石总裁以后，我们其实就像公司的股东一样。杰斯公司它不是一个小公司，杰斯公司呢目前在几年时间以来打破了商业非常多的记录。我们在去年，在前年这个创造了齁，在美国第六家的企业呢能够在5年时间超过10亿美金的营业额。可是呢在过去呢有几家的公司呢都已经达到了，比如说像苹果啊，像这些非常大的企业公司，像亚马逊之类的。可这些公司可能跟我们都没有关系。可是在杰斯的话呢，杰斯公司做得非常棒。可是他的这个棒，他的这个厉害，其实跟我每一个人都可以挂上关系。因为杰斯公司会把全球的3%的营业额来做一个钻石的总裁的分红，而且在每一个季度来分发。也就是说，当你做到了钻石总裁，你就是每3个月会得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红包哦。我现在过去呢，没有任何一个企业、任何一家公司的老板愿意把全公司的3%的营业额来做一个分红。来给所有的员工也好，所有的这一些合伙人也好啊，我也当然在过去企业当中，我相信你的企业也没有做到超过100多个国家，所以我觉得呢，当我们成为钻石总裁之后呢，我们就象征性的成为了这家公司的一个股东哈，所以这个生意其实如果你要的话，你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目标，你绝对有机会成为一个网络的新贵。杰斯公司不仅如此，那我们还有呢非常多非常棒的一些额外的好处给予大家。那当然就是有这些奖励旅游啦，还有这些个人的培训。那说到奖励旅游的话呢，我真的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杰斯这三年多四年的时间，我已经去了全世界超过超过了15个国家，那也把生意做到全世界超过20几个国家。我觉得这本身呢跟我自己本身的能力没有关系，我所运用的是一个已经被验证成功的方法和系统。因为在我过去的话呢，我在过去15岁到18岁的时候，我非常努力的想要创造自己的一番的事业。可是我最缺乏的，当我经营这个生意的时候，我终于发现我最缺乏的就是有人带、有人教、有方法、有系统。我在之前我还是依然的不断的自己去摸索。所以在杰斯呢，不仅有人带、有人教，有人教我怎么去做，教我怎么赚钱，更重要的是还有公司要请我们去旅游。那在这3年多的时间，我跟公司到过了阿拉斯加啦，到过了美国的这个地中海游轮啦，公司也派过了我们到了东欧啊，迪拜啊，还有亚洲非常多非常漂亮的地区与地方哈，而且都是5、6星级的享受。那所以呢，其实今天我们真正想要带给大家的是一个全新的创业的典范。因为呢在过去我们可能在
不同的年龄层，在不同的时代，我们都大概能够意识到说到底未来的趋势在哪。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真的可以抓住这个趋势、哦、那我非常荣幸的是，其实我在15岁当那一年，我已经开始意识到说未来的趋势会走向互联网，可是应该怎么做呢？其实完全没有的头绪，也没有人教我应该怎么去抓住这个趋势。可在这里的话呢，我们拥有的是一个已经被验证成功的方法和系统，来让我们如何教我们如何抓住这个趋势。我们拥有的是划时代的生物科技，可以借力全球经济，非常自由的时间，让我们呢能够也能够成为下一个的创业典范，让所有的人都非常羡慕的一种生活方式。好，那今天我的分享呢就到一段落。不过接下来呢，其实还有更精彩为大家准备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平台当中，在过去的几年，其实我真的看到很多的朋友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有非常成功的，也有可能在人生转折点当中的，其实今天在这个平台都取得非常大的成就。那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得到的话，而且当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的看见、什么样的想法，让他们能够拥有今天在杰斯的一番的成绩呢？所以我在这个时候呢，邀请了几位来自于世界各地不同的朋友呢，来到这个线上呢，来跟大家做分享的哈。那第一位呢，我想跟大家做分享，想要邀请的呢，就是来自于亚洲地区哦。我现在目前美西，位于呢美西，就是位于美国。那我现在要带大家非常轻快的搭飞机，把荧幕呢直接拉到日本。我们欢迎我们来自于日本的伙伴，林志英，林志英小姐，你有在线上吗？啊、，Jack 你好，我在日本东京，我是日本东京的林志英，你好。哎，非常开心在荧幕上能够再一次见到你哈。那我们上一次见面应该是在去年的时间，在香港的时候。那非常开心这一次呢，我们能够通过这样子的一个高科技呢，可以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日本，我们依然的可以这样子来见面。那林志英哈，其实我想要请教你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林志英本身呢，在日本呢经营生意，经营的非常的成功哈。那他本身呢，在这个日本这个努力了大概有30年的时间，也为自己打下了一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事业。那请问的是，那你这个女企业家哈，你到底是当时候如何接触到我们这个平台，而且呢到底是看懂了什么东西，让你从你自己本身这么繁忙的时间当中，还愿意当时候呢全心的投入杰斯这个平台，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接触杰斯是一个完全很偶然的机会。我在脸书上遇见了我的一个没见过面的朋友，我是完全抱着接近成功人士的想法，加入美商杰斯。然后后来到了香港杰斯大学以后，才慢慢看懂。我觉得这个平台，跟我所做的生意，我是做儿童礼服，网购已经做了16年了。但是这个杰斯这个平台，是我可以在短短的两三年就可以通过系统，通过这个平台来在全球就是接触到很多人脉，然后打造出一个源源不断的现金流的渠道。这是我传统商业即使做两三十年也得不到的一个成果，所以我觉得很值得放下现在自己的生意来全力投入杰斯。所以当时候你是以一个生意的角度，因为你自己本身经营传统生意16年的时间，你发觉到杰斯这个可能不用像之前这么付出的这么多，可是得到的这个结果呢，却是你一直都想要得到的，非常的棒哈。那我想要请教你的是，那你自己本身开始经营杰斯之后呢，到现在有一年多的时间吧，经营杰斯。对，那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我看你都非常的努力，而且在全球不同的活动都能够跟你相见了，非常的开心。那请问的是，其实你自己本身在你自己的领域已经得到了就是
一番的成就啊。而且你自己本身呢，也在日本呢得到这个女性的企业奖，也曾经被不同的杂志呢去报道过。那么请问的是，你在接下来的你这么努力的情况之下，你到底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目标你是要去完成的？是的，虽然我在日本取得了一点成就，很多人他们都来找到我说，要跟着我一起学习，开网店，也要跟着我一起学习，投资房地产，因为他们看到我成功。但是我觉得我是当时是抓住了机会。16年前我开网店是因特网刚刚普及的时候，10年前我投资房地产也是刚刚兴起的时候。但是现在就是我把我的成功经验，分享给我的这些想要成功的伙伴，但是我不能保证他们成功，因为时代在不断的变化。我觉得他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说要看总这个时代的趋势，要抓住这个互联网的趋势，而我们的杰斯正好是代表一个时代的趋势，可以借助成功人士的经验，可以借助这个平台系统来，就是说所有的普普通通的没有学历没有商业头脑的人都可以靠着简单复制这个动作来人生一个翻转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我有义务要把这个这么棒的平台推荐给想要成功的人。所以说我觉得以前我做事业成功是只是我一个人成功，但是现在我可以帮助到所有想要成功的人，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当然我自己也可以通过帮助朋友成功来使自己更上一层楼，这是我的想法。非常非常的棒哈。我觉得其实林志颖就是把一个他在一个企业的角度来说，他是把自己放得非常的高，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度来去看这个事业的。的确在过去的话呢，他在网络其实做经营所谓的这个网络生意和网店的话呢也做得很成功。可是我就像我经常跟朋友分享的，其实网络也发展得非常的快，我们要一直的走在这个趋势的前端是不容易的。可是我们今天竟然有这样子的一个平台一个系统呢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抓住。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林志颖他有一颗非常善良的心，他不仅要自己成功，他也希望别人来成功。有很多的事业是复制不了的，可是杰斯他能够做得到。我觉得你分享的非常非常的好，那非常感谢你林志颖，那希望呢我们可以下一次再跟你见面。那感谢你今天的出席以及分享，谢谢。非常感谢给我这样的机会，谢谢。 Thank you。 好，那我们去过了日本非常的快哦，那我们现在呢马上就要转飞机，我们到哪里呢？我们就要到这个 Singapore 哦。那我邀请了一个年轻而且呢非常有活力非常有活力这个年轻的企业家的朋友来跟大家见面。我们欢迎我们的 Christopher。 Hello Jack， Christopher， 你好谢谢。 Good morning 早安。现在是新加坡的早上10点。对，好，那其实Chris 啊，我其实也跟你就是在这个平台上认识哈。那我非常开心，就是我们都是年轻人。那年轻人的话呢，我们都谈得非常的棒，谈何来？那我也知道说，其实你之前的工作呢，其实都是很多大学生毕业以后，像我们读的大学的时候，都一直向往而且羡慕的。为什么呢？我们希望就出来之后呢，能够得到一家公司的赏识，然后呢，希望能够尤其是去一些比较稳定的工作，所谓的铁饭碗的话呢，我们可以安安全全的做下去，肯定没问题的。那到底你是什么样的原因，在一个非常稳定被人羡慕的新加坡的上班族的生活，而现在选择杰斯？到底当时候你经历了些什么，还有你到底看到了什么东西？好的，谢谢 Jack 给我这么棒的一个机会来和全球的朋友分享。大家好，我是 Christopher， 来自新加坡。就好像 Jack 所说的，其实以前呢，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毕业后呢，就真的是获得了一个很多人向往的一份工作。其实那时我在新加坡樟宜机场当一个高层的主管，所以当时的我这个工作呢，真的是铁饭碗中的铁饭碗，因为新加坡只有一个机场嘛，而且还是全球最棒的机场，所以真的是一个铁饭碗，非常非常，而且也非常一个舒适的一个工作。不过为什么我会转换跑道呢？其实非常简单，其实在职场上打工了8年后，
我就逐渐发现真的是工资不出头，而且是我是一个非常渴望自由，很想控制我自己收入的一位年轻人。所以当时呢，当我一直不能因为不会讨老板的欢心，而且升职加薪不是太快的时候呢，我就是跟自己说我一定要找寻出路。而且呢，三年前当我母亲她因为一场大病差点丢了工作的时候，那时我才发现原来我上班不只不能控制我的收入，更糟糕的是我仅仅只是在用时间自己的时间来换金钱。那如果以后我病倒了，那谁来照顾我家庭呢？所以呢，我就更快的要去找寻我的出路。而且非常感恩我姐，我认识到美商杰斯，当我看懂那六种收入的时候，真的是深深打动了我。因为看到了我们市场收入的封顶，我真的是心动了。因为我跟自己说，只要那时至少我坚持的去开始这门事业，我一定有机会把我机场的年收入变成我美商杰斯的月收入。所以就凭着一个这么现实这么实际的决定，我就立刻加入杰斯，然后立刻去经营这个很棒的事业。所以非常感恩我们的系统，因为系统给予了我方法，所以现在做成功了。我其实做到有一点小成绩，我就已经炒掉老板，然后终于获得我想要的时间自由，所以非常高兴，谢谢。非常的棒哈，拥有一个梦想，而且呢对未来非常积极的年轻人，我们真的会在杰斯得到非常棒的成绩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也想请问一下，就是我们在线上呢，我们也有很多的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上班的朋友哦。那我想请问你的是，其实你上班了这么多年，那在杰斯这几年的时间，我看你非常的开心，我看你的社交网站、社交媒体网站，哇 ，every day 都是非常的快乐的。我想请问的是，其实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你当时候还在上班的期间，跟现在你每一天全职经营杰斯的时候，其实你的生活有怎么样的一些改变？还有你到底自己本身内心的那种感觉感受是怎么样的？哦，问得非常棒。因为真的以前呢，以前我上班的时候呢，真的是每个同事呢都几乎每天都问我，你是不是不够睡啊？因为几乎我上班的时候就好像感觉上就好像是个行尸走肉，真的是可能不太喜欢每天醒，然后就要上班去做工，然后就去打拼。不过做了杰斯后呢，其实杰斯的人生真的是不像做工，真的是好像每天就好像你说的，每天都在玩，每天都在和朋友喝咖啡聊天，就好像真的是。而且我们有很多飞做空中飞人的机会，而且现在我有了时间自由呢，我也不需要向老板请假，我真的终于能够完完全全掌控自己的时间。所以我真的很感恩杰斯这个平台。而且呢，以前上班更糟糕的是，不止不会讨老板的欢心，更糟糕你还要防同事的案件。所以真的是做工的时候呢，真的是你争我夺的，很多的这些工作上的苦恼。不过杰斯呢就不同，而且我们这个系统呢非常棒，爱感恩奉献，真的是每一位呢都会扶持大家，都能够做得很开心。而且有时候我们去到国际的活动，就好像一个大家庭的聚会，真的是非常开心。所以每一天呢，我们在杰斯只会和有梦想、积极向上、有正能量的朋友一起来运作。所以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所以我现在呢，很多朋友看到我，有时我回到我的机场和我朋友喝咖啡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变了一个人，就真的好像不会，已经再次不会无精打采，然后都是非常流利，非常有这个热情激情的，真的是觉得我变了一个人。所以他们都很好奇要了解我在做什么，所以真的是感恩结识，更重要是我能够帮到很多全球的朋友，这个是让我的生命带来最多价值、最多意义的一件事。所以我真的是现在很热情的每天都做杰斯，因为我想，而且我相信杰斯能够帮助全球更多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所以真的是非常感恩杰斯，谢谢。嗯，说的太好了。其实杰斯这个生意就是每一天喝咖啡聊天哈。那我们常说的全世界的咖啡厅都是我们的工作室，都是我们办公的地方。虽然你看起来我们非常的轻松简单，可是实际上我们做的是一个非常有意义、非常伟大的事情。真的，这种生活方式都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感谢你的分享 ，Thank you Christopher， 谢谢 ，Thank you。那接下来呢，从新加坡我们要带大家去哪里呢？马上的，非常快速的，我们要马上把镜头拉到台湾。
那现在呢，我要跟大家邀请的是来自于台湾的 Amelda， 你有在线上吗？有 ，Jack， 你好，谢谢你邀请我，呀、真的是太棒。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拥有你来跟大家做分享哈。那我知道呢，你其实是一个退休人士。那其实呢，你在退休之前呢，在温哥华呢是一个专业的护理师，然后退休以后呢，想说到台湾就是过着悠悠哉哉的退休生活。那到底当时候几年前，这为了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能够让你就是过着悠悠哉哉，然后孩子都长大都非常成功的情况之下，你还来做？就是从退休生活当中每一天这么轻松的出来做解释，到底当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的起心动念，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嗯哼，好，谢谢 Jack。 是这样的，我在温哥华从事护理工作，但实际上在一个新的移民家庭，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啊，你在适应，但是我也给他努力过了。那我回来台湾的时候，我那时候51岁，我也不再想从事护理工作了。那我其实那时候有一点lost， 有一点就是自己就有一点低落。然后我呢就不甘心，然后因为我有三个孩子，他们是看着妈妈。那我51岁，高不成低不就，所以我呢，当我遇到杰斯，我就好好的专心的学习，虚心的学习。那以至于呢，我现在的就是我们讲收入很俗气，但是这个是比我以前的护理的收入更多。那就是我呢很高兴，就是我先生是一个内科医生，那他现在也很高兴，因为呢这个是他的倍数的这个收入。那我想跟我的孩子呢不要唠唠叨叨，而是实际上呢我做做给孩子看，就是实际上呢，因为我们言教不如身教啊，就是我在家里面退休了，然后没有一个再有一个平台的话，我会就是可能就很失去了方向。那我现在呢，我很 focus， 那尤其我很感谢我们这个平台，让我们是达到那个马云所讲的五全啊，全球买，全球卖，全球运作，全球付款，还有全球拥有。那更棒的，我是很高兴由 Kim 带领的 USGS， 让我们的专业人士呢也可以倍增的成长。这样子，呀 ，Jack， 你说这样好不好？非常的棒，更高兴，更高兴今天跟你一起，因为你这么年轻，你都不会有这种退休，从一个职场退休有这种失落的。对吧，我觉得我们这个平台呢是适合任何的背景，适合任何的年龄层，而且我们都可以互相的学习，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地方。刚才听你说的话呢，你老公是一个医生，那你就是一个医生娘，所以当时候你是就是想说让自己的生活添加一些更精彩的部分，然后就开始进行解释，当然收入方面是非常可观的。那我接下来想要问你的，想要向你请教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在你过去二十年来都是做一个专业的护理师，你觉得现在你的生活，虽然你退休了，可是你选择了节食，那到底这几年当中你得到了些什么，还有跟你以往这20年所拥有所得到的到底有哪些的不同？Jack， 你敢不敢相信去年我们去 Barcelona 公司招待的活动，我就是因为这一个活动呢又让我的梦想更大。因为那边有一个叫圣母堂，它2026年它要100年的这个建筑开幕，我那时候当下我就想到那时候我要带10000个总裁一起来参加开幕。你想想看，我要是一个退休的护士，我哪里有这样子的一个宏观啦、我真的觉得这样人生很开心。是，对啊，对，那就是你这几年以来你在杰斯，你放大了你的梦想，而且让你的退休生活过得更有意义。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好了，那今天非常感谢你哦，来跟这边跟大家分享，谢谢，也在这边非常开心能够看到你。那希望之后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见面，然后呢向您请教。好，谢谢。谢谢，拜拜，拜拜。
那既然已经在台湾了，我们就不要再去别的地方了，我们 就在台湾寻找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也是一个非常尊敬的一个老师，也是我们这个系统在台湾的非常高的一个领导人。那我现在呢要跟大家所介绍的还有想要邀请的呢，就是我们来自于台湾的双量池总裁林中尧老师。林老师，你有在线上吗？ Hello， 哎 ，Jack 你好，哈、啊，哎，林老师、哎、你好，你好，又见面了，哎，对对对，我们非常荣幸哈、哦，能够请到您来这里跟我们做分享。那我想请问一下林老师，就是我知道你的背景哈、哦，就是之前都是传统生意的老板。嗯，那其实传统生意的老板呢，你当时候是到底在杰斯看到了什么的亮点，会让你转换的跑道，而且全职经营杰斯，你可以我们分享你当时候的一些看见吗？好哦，谢谢杰哥哦，今天真的是看到杰斯啊，真的人家说这个英雄出少年啊、哦哦、这么年轻就可以当讲师，而且经营杰斯经营的有声有色啊、哦、真的是看到后辈的这个后辈的兴起哈、哦，我们也常讲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就已经跑到云端上了啊。好，谢谢你的邀请哈、哦，我是来自台湾，他们都称为 Roger Lin 哈、哦，真的今天非常高兴啊、在线上跟各位分享。那我之前是一个从事美容保养品。这个进口的贸易商哈、哦，经营了二三十年，但依然是没有给我成功，没有给我财务自由。那我在七年前遇见美商杰斯，那从一个传统的这个事业啊，怎么看懂这样一个电子商务所谓的一个新的一个商业的模式哈、哦？那我想我有几点我的看见哈、哦，当然我们生意人当然就是讲本求利、哦、生意人当然就是比较用这种比较严谨的态度啦、哦、或是用一种显微镜来看待这个一个事业、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事业隔行如隔山嘛、哦、真的是不容易要转换一个跑道。那第一个我看到美商杰斯，我是以一个生意人的角度，我第一个看到他两个字就是创新。当然一个事业它创新才有机会齁、哦、创新才有商机。那我看到了第一个美商杰斯，它就是一个创新的一个商业的一个模式，就是交付式网购。而且它强调的就是一种细胞优化的一个模式。哎，这个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所谓交付式网购一个叫做细胞优化的一个模式。那更一个独特不一样的创新，就是杰斯它是一个全球化的模式。这个刚刚讲我们是要赚一个国家的钱，还在赚全球的钱，那这个概念就这个模式就真的是不一样。当然我们以生意人的角度当然是要赚全球的钱啦、啊、不是赚一个地区的钱。所以第一点就这个商业的模式就非常吸引我这个创新。那第二个吸引我的地方就是杰斯它这个所谓的营运模式，这个营运模式啊，因为我们一般的人就很讨厌去做推销做买卖嘛，所以杰斯这个营运模式就是他推广而不推销，他分享而不销售，他网购而不买卖。哎，这个模式啊，太让人家有这种优雅的感觉，有这种人性化的一个趋势啊，所以这个我很喜欢哦、所以当然我们喜欢。我们这个去从事这个事业，大家当然才能事半功倍嘛。那当然我们也看到杰斯他是可以往上下会、往上加盟，还有可以往上联手。这个是一个新的亮点齁、哦。那再来我就看到杰斯一个奖励制度。他这个奖励制度他是可以真正可以做到全球化，还可以累积持续跟倍增。所以这个可以做人脉杠杆的运作啊，所以这个我也非常喜欢。那最后一点就是杰斯的一个文化啊，杰斯有一个很独特的文化，尤其从老板本身就是一个爱的化身哦、啊，他做慈善，做世界的慈善跟公益，他强调的爱、感恩、奉献啊，这一点我相信非常吸引我。当然能吸引我，更能吸引
很多的这个愿意来参与这个平台的一些所谓的生意人或是一个创业家啊。以往我们一直都在谈商业就是赚钱嘛，那很多一直在谈钱，但没有这个事业，没有这个文化啊，都也不会长，也不会久，也不会扩大了。这个是我个人的看见，这样的一个分享，非常棒。我在刚才的短短的一两分钟呢，我已经感觉我自己好像在大学里上了一两个小时，没有，而且收获的更多。这个分析的非常的棒哈，就是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在生意角度来讲的话，杰斯他的确是非常有潜能的，对，非常值得我们花时间经营的一个生意。那接下来呢，我更想知道的另外一个点呢是。那我们知道你现在是杰斯公司的算钻石总裁哈，那我刚才呢，这个前面的分享当中，我说到说每一个人在杰斯的，我们的目标就成为钻石总裁。当时我刚开始加盟的时候呢，我不晓得到底钻石总裁是意味着什么些东西，可是我知道的是，我看到钻石总裁们站在台上，还有他们所分享的那种他们所拥有的人生，还有他们的转变呢，是让我知道说我要成为下一个他。所以你既然你成为了我们最高的这个钻石总裁级别，双钻石总裁，我想请问你，其实这几年你的改变非常的大，你到底拥有的哪一些的改变，你可以是跟我们分享，还有你的收获的吗？好，真的，我想这样子哈，我遇见杰斯，真正开始投入啊，真正是三四年的时间哈，真的我可以回想说，杰斯给我最大的改变就是让我的人生的。命运啊重新定义，那我人生的价值更放大，短短的三四年那其实带给我怎么样的一个改变，但是真的我要很感谢老板齁创立这个平台，还感谢我们的系统的创办人 Kim Hui 齁带领我们有这样一个很好的系统来学习来成长。那我想第一个我短短的这三四年以后，我的人生的改变哈，第一个，我想很多人想要的就是我在杰斯已经拥有一个系统，叫做持续倍增的收入，这个我想每一个人都是梦寐以求的。当然，我在杰斯短短三四年，我已经拥有一个组织网，可以持续倍增的一个高收入。这个是第一个我的改变，以往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境界哈。那第二个，我想我在杰斯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人生的不一样，就是我有更多的时间。以往做传统的生意真的是不是朝九晚五啊，真的是人家说生意人啊就是四面奔跑哈，就是非常辛苦，劳心劳力。都没有多余的时间来陪伴家人，这个真的是非常遗憾。尤其有年迈的父母亲，有心爱的小孩，还有就是我们哪怕我们最亲密的爱人都没有时间来陪伴。但是我在经营美商三四年以后，我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家人，这一点真的是非常可贵。那第三点，我想当然我自己就是以往传统事业真的是压力大哈，真的是这个就是什么这个急功近利啦所以人老化得很快。那经营杰斯啊，有好的产品可以吃可以磨，那加上有这么丰厚的收入看起来就我们感觉起来就更年轻更健康这个是刚刚你讲的，就是健康就是财富这个是我获得到，就是健康也更年轻这个是我们自己都可以感受得到，这是第三点。那第四点就是我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因为我们拥有更多的经验，更多的资源我们可以帮助更多的伙伴，这一点也是让我心灵非常大的一个满足。再来就是我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去做更多的公益以往我们就是捉襟见肘啦这个钱来钱去齁要留下一些多余的钱都不一定有齁那现在经营杰斯真的有持续高收入，我们就可以做更多的跟公司跟的 Kim 做更多的慈善公益。那最后一点当然是另外一个境界啦，就是可以环游世界，然后帮助更不是
交到更多有正能量的朋友。像这个以前我也不认识，线上很多朋友就是因为结识的因缘啊，结的一个美好的因缘，那我认识全世界这个正能量的人，这个是生命中无法想象，所以我才讲真的生命中重新定义了，让我价值更加的一个放大。真的我只用几个字，就是我真的感恩结识啊，赞叹结识哦，真的结识有结识啊，让我的生命真的不一样。那当然我也是非常平凡哦，我不是三头六臂哦，我也不是有多大的智慧、多大的聪明啊、多大的专业，没有啊，完全是靠着结识这个系统跟平台。那我平凡的人并不平凡，我也是一个例子而已哦，不是例外啊。那我想我的看见啊，结识只是刚刚开始，未来结识一定可以创造跟我一样创造千千万万的网络新贵哦，所以各位如果今天你在线上看到我们的分享，你一定要有信心，如果你想跟我们一样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放大，价值的放大，生命的一个重新定义，欢迎你加入我们美商结识。就这样子啊，非常感谢林老师哦，真的是把他这几年的这些亲身经历过的这些所有的journey 哈，这些路程都跟我们分享了，我觉得非常的好，让我们的确受益的非常的多。谢谢这个你的接受你的访问呐、啊，谢谢，真的谢谢、啊、谢谢，好、嗯、，Thank you， 那我们以后再见喽。好，谢谢你，谢谢。那感谢我们刚才所有的这一些四位哈，来自于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朋友们来跟我们做分享。那我们有呢，我们非常荣幸今天请到的是两位的这个传统生意的老板哈，有男企业家跟女企业家的代表，也有这个上班族的代表，当然也有一个专业的这个来自于专业背景的一个代表。那希望今天的这个会议呢，能够带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想法，然后呢能够帮助大家在未来的事业上跟人生的跑道上呢都有一定的帮助。那今天的这个会议呢就到此为止哈，也顺便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呢在这个系统当中，我们一个礼拜呢每一周都有6种不同语言的网络视频，在中文的话呢一个礼拜就有2种，一个礼拜呢就有2个不同的时段。那一个呢就是像现在的亚洲时间早上10点钟的时段，还有呢就是星期六的亚洲时间香港时间的下午这个2点钟的时间。所以呢希望在未来不久的将来呢能够跟大家空中再见，感谢各位， Thank you， 拜拜。是不是想及时把握这个机会？那马上联系邀请您上这视频的朋友，让他帮您启动你的国际事业。还有，别忘记订阅我们 US 全球创富系统的专属 YouTube 频道，里面有更多更丰富的信息。我们后会有期。